作不依赖。来玩冰果咯、我先好，我先。二十。二十是不是？好。五号。五号。十四。十四。看我，那么我就二十二号。二十二号。哎呦，刘海怎么这么乱呢、啊？梳一下好了。梳子，给我梳子。没有哥哥。啊。你帮我拿一下我的梳子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打开，打开。好，谢谢。换谁？梳一下，换我，换我，木姐姐。那就来个换个发饰好了，这个颜色好像不太好看。我的发饰，加油，哥哥。啊，是。你先去，我帮我拿一下我的发饰。哦，拿发饰哦，好，等我一下哦，不要脱发哦。快点啦。哪一个？我不要那个颜色。那这个。蓝色好了，蓝色的。这个啊。哎呦，你还弄到地上。自己弄地。好，我回来了，换谁？我三号，这个啊，不要换。然后我二十一号，虽然有一点可，我的水在那里。焦糖哥哥，我的姐姐，你们怎么了？果冻姐姐，你怎么一直叫别人帮你拿东西嘞？这些东西又没有离你很远，你可以自己拿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大家一起在玩冰果，玩到一半一直被你打断，现在都不知道喊到几号了，很扫兴哎。就是啊，对不起啊，果冻姐姐，自己可以完成事情要自己动手做，不要依赖别人哦。没错，对不起，以后啊，我自己会做到的事情一定会自己做，不会再依赖别人了，对不起咯。好吧，没关系。哎，不晓得某某知不知道，自己的事情也要自己做，不依赖别人呢？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哎，换我了。几号？二号。冰哥。我想要剪贴一只漂亮蝴蝶。哎，我开始剪了。我是要做一只乌龟。我想要粘一个灯笼，可以提灯笼。点点，你帮我剪一个蝴蝶翅膀。亮亮，你帮我粘蝴蝶头上的须须。快点，快点嘛！猫猫。我要自己捡我的乌龟啊，那你自己做你自己的。我在粘灯笼，我都自己做哦，我可没有叫别人帮我做我的美劳。自己做？嘿，我的乌龟捡好了，靠我自己完成的耶，我好高兴啊。嘿嘿，我的灯笼，你看，好棒哦，是我自己做的哦。我也要自己做一只蝴蝶，我本来就会的。我会自己动手做。我自己会做哦，我不会再依赖别人了。自己会做的事要自己完成，可以学到更多哦。猫猫 look， 看，热带鱼游来游去，水中有鲜艳外衣，真美丽。舌头卷，变现也是心情好，变半点是有危险，变
小歌声它跟着我走，笑声回荡，默默欢乐谷里头。哎，这里怎么会有一条电线呢？哎，放在这里真碍事，拿起来扫一扫。不知道奶油哥哥扫好了没哈？好久啊，对啊，过来集合。奶油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头发怎么都竖起来了？对啊，奶油哥哥，怎么啦？我刚刚被电到了。什么？被电到了？危险啊！我也不知道啊。怎么样啊？我刚刚就在扫地的时候，看到地上有一条电线，我就把它拿起来扫一扫。可是我只是轻轻拉了它一下，我就被电到了。哦，奶油哥哥，你应该小心一点，因为电线是非常危险的，千万不可以拉扯哦。对啊，你如果拉扯它，它万一漏电了，就会被电到，就会像你头发这样子。对啊对啊，有时候还会引起可怕的火灾哦。火灾啊，这么危险哦。那我以后绝对不乱拉扯电线了，好危险呢。没错，奶油哥哥，那小朋友也要记得，家里的电线真的很危险，千万不可以因为贪玩就去拉扯电线哦。而且啊，千万不可以拿东西塞到电线插座里面，也是很危险的哦。没错。哎，不晓得猫猫知不知道不可以玩火跟电？哎，我们赶快去看一下。猫猫日记。宇宙，你在干嘛？哎呀，不可以，宇宙不可以玩插座，那个很危险，会被电到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好可怕哦！我下次不敢再玩插座了。危险哦，我们不可以因为好奇就去玩电哦。妈妈 ，look look， 点心、饼干、蛋糕都准备齐全了，应该没问题。OK， 耶！猫猫姐姐生日快乐！谢谢你们。哎，这个是我们全部的人一起准备的小礼物，要送。
给你的。哇，好感动哦，你们还带礼物来。嗯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嗯，谢谢你们，我也准备了饼干、点心跟饮料，你们坐下来，我可以吃了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柳丁汁哦，哇！不会吧，萌萌姐姐，你居然准备我最爱吃的奶油蛋糕哎！萌萌姐姐，你人真的太好了，你准备了我们大家最爱吃的点心呢。啊，没有啦，因为我希望你们在我的生日派对上可以玩得很开心啊。哎呦，开心开心，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当然开心啦。嗯，不会吧？居然有我最喜欢吃的卷心饼干呢！你们看，有我最喜欢吃的巧克力饼干呢！好好吃哦！这该不会是我最喜欢喝的热奶茶吧？没错。哇，你闻一闻，好香的水果茶。哎，连我最爱吃的巧克力哟耶！啊，萌萌姐姐，你真的好贴心哦。不但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喜欢吃什么，而且还贴心的帮我们一一都准备好了耶。对啊，萌萌姐姐，你真是最棒的小主人了。啊，没有啦，因为你们愿意来帮我过生日，我很开心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时光啊。快乐的时光，只要有人吃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啦。哎，不过萌萌今天也举办了一个生日 party 哦，但是不知道萌萌是不是很棒的小主人，我们赶快一起去看看吧。萌宝日记，今天有好多小朋友要来萌萌家玩，萌萌要把家里装饰得漂漂亮亮的，玩具也要拿出来跟客人一起玩，还要准备好吃的点心要给客人吃。我要当一个小主人，欢迎客人一起来玩。今天我是小主人，招待客人真开心，点心饮料准备好，帮忙客人拿拖鞋，等待门铃一声响，耶，客人来咯。某某你好，送给你。欢迎，请进，请进。哇，萌萌，你把家里布置得好漂亮哎！请坐，请喝茶，吃点心。谢谢。萌萌真是个很棒的好主人呢。嗯，蛋糕好好吃啊！谢谢萌萌。不用客气，我们一起来玩玩具吧。哇，好棒哦！当小主人招待好朋友，真开心啊！萌萌 look look， 五个甜甜圈怎么分？这边一个，那边四个，可以这样分。五个甜甜圈怎？我会守时。啊，我们等下去吃什么好啊？我觉得吃火锅，要不然就是日本料理，怎么样啊？日本料理我也觉得不错哎。苹果姐姐，你觉得呢？日本料理我觉得好啊。那布丁姐姐觉得？布丁姐姐人呢？哎，你们看，布丁姐姐迟到了啦。没关系，我想她应该就快到了吧。再等他一下下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想想去哪里吃。好，回家。嗯，等了这么久，布丁姐姐怎么还没出现呢？对呀，我的肚子哦，好饿哦。哎呦，我的也是。啊，布丁姐姐，该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吧？应该不。
可是我们不是约五点啊？什么五点？是三点。三点？怎么会？哎呦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先去逛街，然后再去吃饭的吗？对啊，我本来说要先去逛街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记错了，下次我不会迟到了。啊，布丁姐姐，我们还以为你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耶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害大家担心了。我下次会记得要守时，绝对不会再迟到了。嗯，好啦好啦，那小朋友要记得喽，跟别人约好的时间一定要准时到，千万不能迟到哦。那妈妈是不是也是一个守时的乖宝宝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布丁姐姐，既然今天你迟到，那等一下吃饭你一定要请客。哇，这果汁好好喝！妈妈怎么还没有来呀？妈妈每次都这样，爱迟到。今天的野餐一定好好玩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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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大家好，我来了！啊，你们把东西都吃光了！妈妈，谁叫你爱迟到？所以我们自己就先开动啦。想哦，这个东西哦，一定可以吓坏他们的，而且啊，一定可以吓到他们尖叫，没有错。哎，江哥，这样放在这边好不好？好，没办法，他们应该看得到，吓死他们。靠你了，小强，赶快走，走走走走走。怎么会有假的蟑螂啊？对啊，是谁这么无聊啊？哎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哎，焦糖哥哥、奶油哥哥，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，把那个蟑螂放在这里。哎呦，哎呦，谁这么无聊啊？真的是，就是啊，这种无聊。哇，哎，这边是什么？哎，啊，有老鼠！有老鼠！老鼠！焦哥哥，怎么会有老鼠啊？啊，冷静点，这个是假的啦，你忘了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原本是想吓你们的啦，结果没吓到我们，自己吓到自己了吧？哦，焦糖哥哥、奶油哥哥，你们两个不应该恶作剧的，被别人吓到的感觉很不舒服吧？对啊，
被吓到的感觉还真不好受哎。嗯，对不起啦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请你们原谅我们。嗯，好吧。既然你们都道歉啦，就原谅你们。对了，不知道某某晓不晓得，也不能随便对别人恶作剧呢。我们去看看吧。Let's go。啾，换你下了。嗯，我要走哪一步好呢？哎呦，你快一点嘛！哇！哎呦！哈哈，吓到你了吧？啊，救命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屁屁摔到了，好痛啊！点点，你开玩笑害到别人，也害到自己，这样很不好哎。点点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啦，请你们原谅我吧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相亲相爱，手牵手。我们来整理一下，再来继续玩吧。好，要记得不可以随便对朋友乱开玩笑哦。猫猫 ，look look， 让我打开工具箱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软毛尖嘴是钉子。全的观念。猫猫猫猫，歌声它跟着我走。嗯，哎，这里怎么有一个手机吊饰啊？哇，好可爱哦，是我喜欢的那种款式哎。啊，太棒了，把它留下来自己用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咦，啊，可是。不见手机吊饰的主人一定很着急耶！哎呦，我又很喜欢它，怎么办呢？好吧，我决定了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要还回去给主人，我要把它还回去，就这么决定。哎呦，怎么会不见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它就是一个粉红色的，然后有一点像蝴蝶结的那个。啊，果冻姐姐，你不要急，我们慢慢找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啊，对啊，不然我们到那边去找找看好了。好好。嗨，糖糖姐姐、萌萌姐姐、果冻姐姐，姐，你们在找什么啊？果冻姐姐的手机吊饰不见了。啊，对啊，我新买的手机吊饰不见了耶。奇怪，果冻姐姐，是不是这个啊？没错，布丁姐姐，你在哪里捡到它的？我刚刚走路的时候在地上捡到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果冻姐姐刚刚不小心，然后就掉在地上了。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既然找到，太好太好了！谢谢你哦，布丁姐姐，帮我找到了我新买的手机吊饰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原来是你的，帮你找到我很开心哦。哇！布丁姐姐，我觉得你能够把找到的东西归还给主人是很棒的行为耶。没错，小朋友，那我们捡到东西的时候也要记得还给主人，不可以占为己有哦。今天呢，默默的好朋友到他家里去玩，我们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吧。嗯 ，Let's go。猫猫日记。咻咻。猫猫，你看，我会这样子玩溜溜球哦，咻咻！
我也会。你看，咻！这个溜溜球真好玩哎，可以送我吗？嗯，好啊。哇，谢谢你。嗯，我们再去玩积木好了。好。哎，默默，我要回家吃饭喽。谢谢你送我的溜溜球，我带回家玩了，拜拜。啊，等一下啦，那个溜溜球，我想自己玩呢。啊，可是你是要送给我了啊。我不管了，我不要送给你了，还给我，我要自己玩啦。某某，你把溜溜球送给点点，溜溜球就是点点的咯。那以后我再带你送我的溜溜球到你家跟你一起玩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已经送给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了，不能说话不算话哦。猫猫 look look，